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超大的玩具袋，这里面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具蛋，不同的样子的。是吗？哇，这个大蛋真好呀。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具蛋呢。我喜欢猜健达，是这个。咱们都猜，每一样都猜一个。来，你先给大家来猜，掉了一个。妈妈，到那边去了。每一样都猜一个啊。哎，妈妈，再猜健达奇趣蛋吧。这不有吗？可以换个女孩版的吗？咱们这里每样都有一个，每样的都可以，随便猜吧。这么多蛋多好啊！是个小鸡，先把它放上前。哦，哇！这只小鸡蹦得这么快呀，大看，哎，别打了它，让它尽情地蹦吧，看看福袋，看看多可爱，跟真的小鸡一样。好，一个非常好玩的小鸡，咱们再来猜一个，猜一个这个。这个是什么蛋呢？这个是好吃又好玩的蛋，桃桃蛋，还有桃桃蛋。这个呢，吃的，我们吃的就不打开了。这里面是什么呀？陀螺。哇，是陀螺。妈，这个也可以玩一个游戏。这个陀螺是贴纸啊。妈妈，你猜我今天要用这个玩具玩一个，这个来玩一个游戏，你玩吗？什么游戏呀？你看这边是蓝色，这边是紫色，这边是绿色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是怎么？这样，把它。安上，然后呢，面对你的是紫色那面还是绿色那面？我们猜一下，是蓝色、紫色这面。它不是在转吗？对呀，转的时候，等它停了以后，是这面朝你这边还是这边？我也不知道呀。那猜一下吧。紫色。我觉得应该是绿色。看看紫色把我猜对喽。那我试试我吧，绿色。耶，真的是绿色。好，那下面再来猜熊出没的。是一头大象，然后还有吃的。看看刚才这个陀螺，还有风扇呢。大象也不给大家看一下呀。妈妈，这个是蘑菇巧克力。一头大象。好，来看这个吧。超人的美国队长。哇，好有力气哟。哇塞，是巧克力糖啊。看起来很好吃哦。玩具呢？给我们了两张卡片，3D 的卡片吧。对，看看可以变的3D 的。哇，这样变成了三个人，这样呢只有一个。四个人？哇，那是四个人。你看，跟咱俩的不一样。看看带来了一辆摩托车。看看咱们的摩托车，你会跑的。自己就会跑喽。妈妈，这块还有一个百乐宝蛋，愤怒的小鸟。百乐宝蛋，然后呢，这边这个吃的就不给大家打开看了。然后
呢，这个呢是愤怒的小鸟里面的。这愤怒的小鸟车，红色的。看看这只可爱的愤怒的小鸟车。哟，咱们现实生活中要有一辆这样的小车，倒是挺可爱的啊。嗯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拆这个蛋，这里面就是巧克力，我们就不打开啦，好吗，妈妈？嗯。然后我们就拆玩具蛋，是个黑色。哦。蝙蝠侠。这个是蝙蝠侠。嗯，虽然我没看过这个动画片，但是我认识他。嗯。蝙蝠侠他的眼睛是这样的，所以肯定是蝙蝠侠。咦，反了呀，怪不得还不下去。妈妈，这个安不上眼睛，我方向也对了，但是就是安不上。好，一个蝙蝠侠。哇，他披着一个大披风。嗯，好。看我的大猪猪侠。猪猪侠里面这个呢是一辆黄色的小车，这个小车好。这个小车好。而且这个玩具特别好玩。拆好了。哇，会转的。哦。车门还开了。哇，它转圈，车门还自己开哟。非常棒的一辆小汽车，再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哦，哇塞，跑得还快，还会转圈，还会开门，一辆非常好玩的。没了吧？嗯。那咱们今天拆了这么多种玩具蛋，哦，得到了这么多好玩的玩具啊。嗯。看看，得到了几样玩具呀、啊？妈妈、嗯，我觉得我喜欢吃这个糖果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拆到这里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